可惜我的世界故事模式买不到，我本来还想玩玩的。我就玩了它，人可以试玩的第一张，就没有玩，还行，怎么还行？现在都玩不到了。其实他为什么要把它收回？对，为什么我也不把它收回来继续奇了怪了？这么游戏就白做了，相当于，哎，多是么版可权惜！吗？还是他 IP 卖给别人？应该不会吧。我的饿呢？谢我说我的鳄鱼。听得见吗？听得见。电视，电视。来了，来了。好。有点搞笑。更高难度的那个最后一关，我们打不过，可以试好，试。我忙来。我能听到你们那边断断续续的机声。这。来录一下。你看呀，游戏，这个 Win 十商店怎么搞那个桌面快捷方式呢？知道吗？就 Win 十商店啊，我不知道。我是把它绑在那个开始，那个开始。我把它绑到 Steam 去了。Steam 是吧？原来这样嘛。有一个叫 UMP Hook 的那个 GitHub 软件，你下了它以后，就可以把任何 Windows 商店的游戏绑到 Steam 上。原来是这样。所以经常我直播的时候有人问我，哎，Steam 哪来的 Minecraft？一看我 Steam 里有 Minecraft。原来是这样。我在开游戏。对啊，我现在是这个那个 Ultimate 那个 Game Pass，它上面写所有的这 DLC 我都有，啊但不对，是实际上好像，对，我也是 Ultimate，它没有 DLC，对，实际上好像而我且的。你就算你之后打算玩，千万不要买那个 Hero Edition，Hero Edition 只包含两个 DLC，一共有六个 DLC。是 我吗？买了，然后我退款了。我单买发现都比 Hero 便宜，就买个季你票，pass 都比那个便宜。我没有 pass 这个。我有 pass 就可以单买 DLC。它这个游戏，就每个 DLC 感觉都和原版差不多的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地图了，明白，就这样。真做一个，你好拉我，我看一下，哎，我现在就可以拉了。昨天应该就是没有做新手任务，我进来，因为新手任务在联机里是那个图标都不显示的，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鱿鱼海滩那个地方，而且我们找到一些隐藏地点是必须通关以后才会出来的，就不通关以后你过去是没有那个按钮之类的东西，是这样子。我现在可以召唤2只狼，3个蜜蜂。我可以召唤一堆蜜蜂，你看你这蜜蜂，一堆。我操，贼魔性。
对，我还有自己带这个宠物钻。我们该挑战黑曜尖峰的。我靠，这个雷声给我吓到了，刚才打不过，这怎么办啊？我们还是打默认吧。而且它显示有箱子，我们没有开启，是为什么？黑曜尖峰，我们漏掉了奖励。没漏，那就重打一遍。不知道变难了，怪了。多人高一点的是。我们刚才的教主逃到了高岩城堡城墙边，但他不可能走远。快点杀出一条血路，向最高的塔进攻。他跳过了，这一关挺难的，我们都打了两次，还是难度低的时候打了两次。这一关，特别是 boss， 这关的 boss 是最变态的。我去，这什么情况啊？啊开幕就倒了。我去，你这是怎么回事？哎，我打不动你。为什么他这么不对？这不对，我觉得是什么情况？对呀，真的太……我靠！这什么？你看我打他根本不掉血。退，返回营地，等等，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靠，见了鬼了！这绝了！开场全军覆没。哎，这怪了！哦，我知道，你看右下角。哦。哎，那我们是不是他这个意思应该是？我看一下啊。我靠，我们连第一个都打不了。如果用他这个难度的话。今天早上退完之后，我打了一把，还是打。你什么？今天早上我打了，我自己一个人打了一个第一张。还是很大啊！我要不要带他？就是带过一下。我们可以开一个高一点的默认吧，开个 VII 的默认试试，33应该没差多少。我这样。他就最后那个 boss 太变态了，最后那个 boss 简直是九死一生，打两次都是九死一生。对，哦，还有。之前不是第一关那个我朝灾厄教主逃到高岩城堡的城墙边，这就正常多了，靠，这正常太多了。那这才对吗？但我打的还是没有多少伤害。他有些怪特别厚的，他那个戴头盔的那个战士很厚的，这种狼牙棒很厚的。这是有什么远抗啊？什么这种说法？他啊！我这什么？我掉下去了！我靠！我靠！别打我！这边有东西，我们应该先走这。哎呦我去！我靠 ！No！ 我倒了！我靠！我这人有点实在太多了。这里没有东西是吧？我去 ！Fire！这毕竟是默认难度最难的，所以肯定还是有很有挑战性。我靠，我用弓箭射他，我可以射一年了。有些东西弓抗很高，不像当初了。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先往后走。我只能扫一半的
住了树。我们应该先往后走。我操，给你来一口。啊，这是没有，这没有东西。这边也跳不过，我靠！为什么他们在上面啊？这什么鬼啊？这个海是上面的水。What the hell is this？ 上面的是海。这个海是上面的水。我操！哦，他妈的跑到人堆里了！我靠，点了半天没点到，又是这样。哦，你就要获得一个成就跟十倍多次。我的妈！完了！我靠，这……这怎么办？我靠！哎，靠，这最后一关是真难，是吧？这天他打不动，他那个拿盾的也太厚了，最好在上面先把他搞死，搞得半死的下去。开一个治疗，双重治疗，对，效率还高一点。他们也只会打着一组装，对，太多了。这边又有个，靠，没有，这边是回去的。这边打我！我靠！我的双重烟花，哎呦我去，我掉下去，你这流派是真的太容易暴毙了。我有 TNT 了，我已经准备好，Fire！ 哇，大爆炸！我去，我眼睛都瞎了。擒贼先擒。蜂巢，蜜蜂帮我挡一挡蜜蜂。我去，这敌人也太恐怖了吧！这个数量，靠，什么鬼啊？人脸太多了吧？我这边是，我这边全用了。我的妈！我靠！我的天！灵魂点的是这个吗？没有那个装置，那个装置啊。啊！你扶他，加血圈，放了 ，fire！ 哇，你这个怎么说近战感觉还是太容易，挨打。这个我们这把剑，我靠，你们现在都有神剑了吗？我这个剑是双弹爆裂，它每三发剑会爆一发，但是它每发发两发，然后烟花也是两发，特别棒。这把弓，弓就会消失。它这个红石傀儡怎么长了翅膀？啊，红石还有傀儡，我不知道。就是那个炼，就是炼造厂那个玩意儿。哦，他们那个东西叫红石。原版还有红石傀儡。哎，你看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这是，我看见人没了。我靠，这！你摸他，你摸他，我拉怪。和他绕圈，你可以试图和他绕圈，这货就怕这。绕他，你看绕他，他就不能攻击。哎呦我去！你拉一下怪，我摸他。我靠！我倒了。他是一招直接秒啊，还是什么？貌似。
给你们来个加血。你看，就要和他转这个怪，看，这是击败他的办法。哦呢，我靠，这个熔岩。好，我们先往左走。哦哦，对对对。别，我上次有一个岔路，直接来三个红石傀儡。我靠，你们怎么这么多宠物？我又是水母，又是……那这个是恶魂。我靠，又来了，和他转，和他转。哎呦我去！他回来。还有弱人转，二人转。哦，跟英雄联盟里面那个男爵一样。靠你这！你。那我拉下怪物，我拉下怪物，和他转。我觉得这种强的怪应该多掉几个灵魂。我叫没见了。哎呦，他敢锤我！好，好嘞。这有啥呀？所以又没东西，不会吧？这么坑啊！也只有经验，但这游戏哦，经验还是很有用的，这倒是。经验不可以加魔点。对对对对对。我操！你竟然头上冒蒸汽啊！我操！他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头盔啊？我是那个陆系，就是我。我靠！还有这个。我有那个被动。哦。会加你们怎么老老实实走楼梯？就我跳了下来。我是迫切的需要升级。我靠，那该死的魔法师！我再开个加血，稍等。我没有剑。换魔者，这个货必须搞死啊！我靠。哇！救 A 了，原来这要出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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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容易卡住。我天，真的！阿福抓那个东西是有强药的，我感觉我们要大失败。我得换个甲。我靠！他这衣服好丑，可以拉吗？这是在哪儿？我靠，这火是什么情况？在里面。这火上来有点高。哪个混蛋发的火啊？到底是？这是我们自己的火吗？是吗？我进去是捡，我们还有那个火。是潜血的吗？是你的翻滚火。这里有一个，不是有翻滚黑洞。扔。扔上去。完美。哇！完美。成功的。把我人看没了。放血！放血！开冲！开冲！后面也有来。刚才那一波就是那个 Minecraft 那个地狱更新宣传片里有一段，就是史蒂夫和 Alex 面对一个尸山尸海。原版里根本没有，但是这个游戏却真的实现了。靠！几百个敌人冲过来，这是。Fire！ 我靠！哎，我都不知道我人在哪。我也不知道，我这移动瞎按，就是玩格斗游戏一样。他有一个蓝点，就是我闯进去，我打他一下。反正我按的结果就是要么我死，要么他们死。我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状况，他们是个什么状况。我靠！我只有一丝血。我被他逼到了角落里，怎么有只猪啊？谁的宠物？我勒个去！啊！巨大化的什么怪？
附魔掠夺者，我抽死你！我马上就可以放血了，坚持住！加一步，这么快？要是没有这堆蜜蜂，我恐怕自身难保。但是我翻一下就能生产出一只蜜蜂，这实属奇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些蜜蜂飞得好慢啊，靠。Fire！翻滚吧，蜜蜂君。没见了，妈的。没见，快到前面去。哎，我两下就没了人。疯了，亲爱的绿宝石，这里还是过不去。对，这里这后面有东西，但是我们找了好久，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机关。应该就是通关之后。不是已经通关了呀？这。啊！你们这个通关的话，他最后一关，他原版最后我、哦、他原版最后一关就是那个黑曜，就是这一关。我在服了，我在服了。这一关就是最后一关。对，这关就是放就剧情就是 DLC 的，因为这游戏不就重复刷难度还有 DLC 这些的。感觉也是刷。对，刷游戏。暗黑破坏神我听说也很短，都这种游戏。是吗？就是一直刷刷刷的。那另外看起来还不错，其实。命运二我都快干死了，当时为了几个英雄级武器玩那个跑酷图，我人都快没了。我操！我人要没了。我靠！我怎么了？我靠！你是翻进岩浆了吗？被烧死了，好像。靠！我也没血了，我开一个这个。哎呦我去！我差点又翻岩浆里了。哇！我获得了一个巨型斧刃。我啥也没获得。我靠，还传说的。可以。起飞！这游戏原版就那么几个任务，全部拆了 DLC 卖。我。哎，我走，他又来了。我去，自己走进岩浆里，完蛋了，这是。他趁他在打你的两只狗，你快去。不过这狗比我还肉，这是你。来，我开个治疗。我在跑救我，你们最好先把他搞死，如果有办法。我去，这下完了，要完了，这下是真，靠！我没弓箭，非常难受。我那个灵魂也没有，他怎么不见了？哦，我还有20支箭，就给我抓紧。哎呦！我靠！开始了。我的妈呀！他们只掉钱吗？而且也不掉几块钱，是真的气人。掉的太少了。这里有啥？哦，这是正路，走错了。这边没有吗？沿着这边走。我来点剑。什么声音？刚刚有人进 Discord 了。是。有吗？有个那个。我不应该过来了。我靠，这边好恐怖啊！妈妈，我要回家。治疗。我们应该先看好对面有谁，先把他射几箭。
现在需要收集灵魂。灵魂弩。哎呦，我怎么又跳回来了？打完了！我靠！哦，对，这东西救我一命。我靠！这发生了什么？Shit！ 你给我死啊！我靠！你不要过来！哎哎！我靠！被他打回去了。看到。哎，完了。完了。我靠！哦，我们俩就是冲进去，太难了！我靠！还是打回我们之前打回来吧。我重新弄一下武器。我们真的变态！我来看看，看看有没有每任务可以打。哎，你没有解锁新的商人吗？没有，没有，就那几个。哎，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个。那个说通关才能有的那个隐藏关吧。哦，对，看一下。嗯，爬行者之灵冒险一。对，我知道在哪，我查到了。对，冒险一我们应该可以打。可以打，我一个人都打。其实是保护过去的，不是打过去。冒险一已经是相当于世界二了，其实。嗯。它应该有三个世界等级。全境封锁有五个，我记得是。全境封锁。哎、全境封锁二，我还是当时三美元。我靠！我30美元买的，然后。我是三美元给的。玉币是真的，这打折太恐怖了，好不好？千万不要预购，时间久了就免费送。玉币的游戏，它的贬值速度实在是快的令人无法想象。没有开。没有圣歌快，哎，我没开。啊，你没开吗？没事。哦，它有倒计时。对。有，还是游戏都有延迟啊？不会吧？有一点点延迟，比如说打 boss 的时候，我是看不到那个 boss 的那个。啊。这。哦。我本来感觉我走路走起来有点延迟。你看，这满山遍野的怪物。满山遍野的怪，我靠！啊，这是隐藏关吗？不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能触发一个隐藏关，必须要他们评论说要通关过来才有，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我之前来是没有的。那比刚刚就好打多了。那肯定，那可是最终关卡，这可是第一关了，他不能那么难还打个漏。僵尸还是好打，人见人爱。那确实，他没甲，那体力有甲又有盾的，打久了盾打掉，打久了蠢民以后，发现僵尸是这个眉清目秀。真的，僵尸现在我感觉各个眉清目秀，不像那帮混蛋。真的可以改名叫真的 MC 无双。我靠，怎么飞起来了这个人？终极焰火。哇，妈呀，这盘我叫真是。啊，这个关收集灵魂也特别快。嗯。话说僵尸的衣服为什么？我知道。话说僵尸的衣服为什么？我靠，这是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一堆小白打了你一个人被秒了，我去，想100发箭射到一个人身上会是怎么样？我靠，这边小白也太多了。这个激光还是猛的。Fire！ 哇，一箭就1700，对，1400。等等，我们后面有东西吗？这不暴击，我能打。这边有罐子，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暴击加上那个，我不暴击，我完全没有伤害，我对这个东西 A 了无数下。哎，这边还有个罐子哎。哦。哎，1000块钱。我现在已经有5900绿宝石了，哈哈。我828。我没有去奸商那里开奖，主要是我知道他这个奸商。我老开奖，我开了好多奖，我被骗了不知道多少次。拒绝抽包。
哎，我们先往这边走。我一开出来，我靠！我现在打这个羊都要三刀啊！毕竟这是新难度，我们最好还是羊我们也要两刀。羊好，羊好那个。天机现在真的是好东西，我靠！我上次有一个箱子爆了三个 TNT。对，就加个血吧。主要你这个天气吧，人出来，地冷啊 ！OK， 我靠，我还以为我在外，真热闹，羊羊，别跑！我靠，宝箱怪啊，不是宝箱怪，是隐藏宝箱。这里有个隐藏宝箱，这边有个罐子。来一刀。啊，这个前腰也太长了，这个刀要挥半天。哎，这边有个罐子，好多罐子。嗯。哦，就是这个东西吗？不是，有硬壳，还没到。不知道这个分子。嗯。新地点。哎，这东西怎么灭了？哦，自动灭。哎，我记得原来这地方不是苦力怕吗？怎么变成僵尸啊？这边有个箱子。我靠！下面有光芒罐。这边也有个箱子。你们谁拿个剑？拿了。哎，就268，这个。我已经发这个。我靠！不高不高，给你加个血。他是他有燃烧光环，完全没伤害。燃烧光环还是太……哦，他们人挺多。大烟花，我灵魂已经集满了。打这个东西，我那么多灵魂，我灵魂一半没到。我这里都没有需要，我这里没有用灵魂的东西。靠！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游戏信标是真的好东西。弹幕说这个游戏很有暗黑二的感觉，这你可以理解为它叫我的世界，不是，它叫暗黑破坏神之我的世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联名款，就是这种官方。暴雪当时啊，真的暗黑不跟网易合作，跟 Minecraft 合作，我靠，那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出个官方的暗黑破坏神冒号我的世界，绝了！你们先走，你们先走，那我有个绿装没事。我好像也漏了，我刚看到地图上一个绿点。对，我没录，看来是我开的箱，但是你们都没有发现。哦，对，这样子吗？哇，三十房。我直接传送，直接传送。末影之眼。我今天借传送的。他这个手，我靠，真的牛逼。啊，这个就是雷神，我靠，一出门。一出门开 party 了，哎呦，我这，我靠！我一个翻滚进了 TNT 的圈，一个翻滚出来。我靠！这是哦，这是回去的路了。我觉得是岔路。感谢宝冠熊鹿头的两个小星星。这时候暴击能打不少，但是。普通攻击也就几十几十，暴击是随机的，打了500多上一次，暴击是随机的，普通就几十，这离谱。我每挥砍五下就会有一次500%的伤害，500%，对，500，然后再叠上暴击可以打1500。他不是那个你还是用的那个砍一剑要掉血的武器吗？对啊，砍一剑掉十滴血，你这也太。哎，这有个箱子。有正好。哎，你们人呢？你们人怎么不见了？我们刚进来。这有个箱子。啊！我靠！我人要给炸没了。不是，你们有没有进来？你们没啊？我们没有进。我们进。绝了！好的。哎呦呦呦！哎，你不要一起摸会死的。我靠！救命啊！这真的是。怎么？为什么我掉的全都是绿色的，没有卵用的东西？我也想打一个绿。我兵分两路，很久没有掉超过绿色的了。好爽啊！这里，这个地方钱是特别多。救商人那个地方，
对。哎，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玩的时候来的这里并没有看到有伤的，导致我因为一个是缺是你玩不对，不可能啊！你选离线模式，然后你因为我上次不是。我上次那个商人也是，就是我自己开了个离线模式玩，然后就有了。对，然后我只有那一个，我不知道，其他都有。我打苦力怕的打分线，这东西贴我脸窝，我必凉。苦力怕在哪里贴你脸都必凉，来 firework。哎我靠！我灵魂已经满了。哦，是时候放一放。哎呦我去！哎，这我怎么救不到他啊？啊？哦，我靠！该死的法师，你们活不过今晚。我怕要往上面丢一个地。这边到底是什么地形啊？啊，我们应该往这里走，我们应该往这里走。对，因为这个东西在下面，我们一向就是这种哪儿对不哪儿对就不走哪儿，先去不对的地方。那肯定要把非目标点的地方看完。对 ，RPG 游戏就是这样。靠，强迫症久了以后，强迫症久了以后就是主线让我去哪我就飞不去哪，就这种。那他哎呦，我的天，快点啊！啊，它非主线可探索地方其实挺多的。对，但它总是它后面那个宝箱是随机刷的，有的时候你运气好，每个地方都有箱子；有的时候你运气不好，什么也没有。但是宝箱位置很刁钻。哎，隐藏宝箱，就是有些地方是这样子，你必须走到那个宝箱上面。你平时看，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屋子里面，你必须走到这个屋子里面，那个宝箱会从土里跳出来，否则你是不会看到这个宝箱的，哥们。是吗？我一般在地图上它会显示那个。对，这个是不会显示的，所以你必须踏到它上面，这就是我们缺了一些宝箱的原因，是因为这种隐藏宝箱。靠！但是它这个设定也太刁钻了吧？谁知道你哪个地方有宝箱？你就多踩踩那些废弃屋子，看来，废弃屋子踩进去看看。说不定就有。这跟我玩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末日鼠疫》，那个其实也一样的道理，它会藏很多东西在地图各个地方。这个帐篷这里有什么蹊跷吗？好像没有。对，有很多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卡我的位置。因为帐篷会卡。这里异形这么多动物。为什么他们和动物友好相处啊？我也应该搞一个召唤流。我这个蜜蜂从一开局用到现在了，基本就是翻滚蜜蜂，还有蜂巢，一堆。哎，那个铁匠他不能直接花钱升级，哎、我靠，我这有点难受了。还要给他之后还要去打一小时，打三次还是？对，要打三次才升一个武器。你们那边啊？有。那边没有。我还捡到个 TNT， 对我来说，嗯，这怎么什么都没有？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多没劲。他是怎么样？你是走到他面前，他就会显示，就会蹦出来。对，他会从土里蹦出来一个箱子，很怪的。所以你把这擦了，因为怎么走这么快了？因为我有迅捷，不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这么快。欺负老人，这六亲不认的步伐，小碎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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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走的这么快？不是，哎呦，你们好，新年哇，用 TNT 同时击杀十只生物，成就已解锁，证明这个 TNT 扔的非常的好。我靠，幻魔者！先要干掉他。他这个蓝火还行。我的 fuck， 这么多苦力怕，我的天哪！我靠 ！OK， 我先哎，这边来过。你这蜜蜂真的很有用哦，哈！蜜蜂引那个，它能分散各种，对它一堆，它还能分散火力。确实，嗯。
哦，我有三个蜜蜂的技能，我有三个，我一个是我翻滚的时候有几率召唤蜜蜂，一个是击中击杀敌人的时候有几率召唤蜜蜂，另一个是那个神器蜂巢，三个，我是蜜蜂流。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刷新机制，就是比如说他们共享三个蜜蜂上线。啥？就是你总共只能召唤三个，不是我一个技能最多召唤三个，但是我同时有三个蜜蜂相关的技能。嗯，这个地方这么空旷，不对劲吧？你们先玩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好。那个解锁的地方在哪？你们怎么直接进洞了？靠！等等，我还在外头呢。没，这只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可以拿点武器之类的。是，所以应该进去一点。得进去拿个剑啊什么。烤火，在这里取暖。那么我整理一下武器，这武器实在太多。哎，有30的剑，30的灵魂弓。我的剑现在是36。我这把剑，我靠，你们现在都现在，我还是差那么一点。我这把剑我最喜欢。武器是26，因为它这个剑的属性是双重射弹，然后对于附魔的敌人伤害加强，而且在射击时会对附近的另一个敌人造成第二次射击伤害，然后每几次射击后都会有一次爆炸充能射击，是这样子，迷乱之怒，很强。一人换到接近，你看他发三发就会，哎，他怎么不炸啊？啊，炸了！我关键还要收集灵魂。哎，他下面那个就是心形那个标志，下面左边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什么标志，写的是3是什么意思？哦，复活次数。知道。我现在想想给谁附魔。嗯，我都附魔满了，但是我有几我的装甲很菜，因为我弓箭是多少？现在我装甲才30。30，但我其他两个都是36，怪不得我这么脆。感觉是看几率爆，我刚才爆出个33。但你也可以去奢华商人那里买，他会有些好。确实，上次刚我想买那个橙色的，要800块，我当时他那个附魔槽是不是只能靠掉落，就不能给一个武器加附魔槽？我这把很好的弩只有2个附魔槽，太可惜了。那附魔槽可以加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升级好像也不能升这个，我就不懂了，是怎么回事？那个商人，那铁匠真的是很难受。每次就我要再打一关还是两关才能解锁下一个槽位，我们可以先前进，现在就不太能弄。我们先前进到那个秘密地方看。OK。他等会儿反正可以传送。蜘蛛洞，看看蜘蛛和我的蜜蜂谁强。蜘蛛洞。升级，我怀疑这些发光的东西是蜘蛛的蛋。真的吗？那我靠，这蜘蛛是怎么生下比它还大的蛋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关键这个洞让我想起了曼达洛人里那个洞。哦，那个白白、哎、蜘蛛，对对对，全是蜘蛛。我对昆虫有恐惧。我回来了。怎么回来？顺便捡起来个盔甲。打蜘蛛打半天。哎呦！我掉了一个灵魂弓，但是比我手上的弱，难受。他我掉的，我当时一开始都是金色传说，你们记得？我现在全是白板。我的这运气都这就对了，这就对了。Fire！ 哇，这个逃的好高哎。
我去，这个烟花什么情况？超级连锁，超级加倍，出来吧村民！我收集的是真的快。哎，这边有罐子，拿钱要紧啊！这怪其次。我勒个去，怎么冲过来这么一堆？要美国公司。Fire！ 我靠，差点被他搞死！禁止施法！这村民就站在里面，眼神呆滞的看着这一切。先把这些玩意搞死。哎，这里面是不是啥也没有？是。哎，对对对，秘密地点在这。哎，哎，我靠！我人差点没了。双重治疗。刚才是什么玩意把我搞？差点搞什么东西炸了一下，放在这个中间这种，还是没有啊，他门打不开，他门打不开，不是刚刚这块发光线下来的，对，是，但是正常来说他应该是发光，他门会打开，然后这边是可以进去的，但是我看教程以后是这里有个按钮，他们说很多人说，哎，我视频里没有你这个按钮，然后有人回复说要通关，那我明明都通关了，怎么还是没有这个按钮啊？是必须要以，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通关一次吗？不会吧，不应该是，太怪了，为什么这隐藏关？我再查一下啊，我再查查，我再查一下。Minecraft Dungeons Creeper Creeper。周围看，现在把剩下的去了。我看看 IGN 是怎么写的。IGN 以后建议不要做评测，做攻略。做攻略得了。攻略总不能搜索，那怎么能搜攻略？你需要在默认难度完成游戏。是啊，成就都拿到了。通关了，而且 host 也是我呀，所以我的世界肯定是通关了的。哦，只要你是 host 就可以。我不知道，他就说要通关，但我看一下。这是奇怪。我靠！要先解锁，要先在 camp 里面进入一个吊桥，那个吊桥在你没通关前是吊起来的。然后进入一个教堂，挨打。对，我们还要再回来一次，到时候靠。但是我们下次回来可以速通了。我们下次回来直接跟着这个，直接来这就行，不用管别的分叉了。我觉得，我们先把这边大，太尴尬了。这还是 IGN 写的全，真的，我又倒。那些别的攻略，那些玩家自己写的攻略。都写的不明不白的 ，IGN 的攻略就一上来给你写明白了。我操！他到哪去了？我觉得那么重要的信息怎么会没写？因为很多玩家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不定他自己去了趟教堂，他也没注意这个是先决条件，你懂吗？就这种。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对，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要先干嘛后干嘛，也不知道 IGN 怎么知道的，反正 IGN 就是知道。IGN 可能亲自问了 Moye 怎么回事儿。哦，哎，他们是有说话的。哇！我强烈希望原版里加入这个烟花剑，真的，烟花附魔。烟花有吗？烟花可以。烟花有，但是不能，但对，但是不能炸人，貌似。那确实。啊，要火啊！禁止发火。火，不能火，上去了。
这烟花也太狠。真的，我这双弹烟花是真的狠。我去！这底下是个墓穴。它这旁边的东西是哦，墓碑靠。我前几次来的时候，我以为这里是个那种配电箱，我还在想 Minecraft 里哪来的这种郊区的配电箱？他们村子里都用上电了。搞了半天，我这边有个箱子，搞了半天原来是墓碑。就我乍一看以为那种美国郊区的那种小篱笆旁边有那些配电箱、报刊箱什么的。靠，仔细一看不，我去，这苦力怕。无限分叉键。哎，白色的狐狸，我靠！我一直以为是，那个狼。啥？它是狐狸？哦，那是北极狐狸。靠！但是原版 Minecraft 里不只有黄色的狐狸吗？不是橙色的狐狸，没有白色狐狸吧？哎，清楚。狐狸好像说你给它个什么东西，它会叼在嘴里还是什么？它那天有只我家有只狐狸叼了块石头。真的掉了块石头。搞了半天要先回 camp， 靠，这是我的世界地下城，这是暗黑破坏神 Minecraft。 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感谢 FU367 投的这个好。哎，为什么我列出来的是使用过的力量料水零？是什么鬼？你实在是没有。我靠！哦，刚才那一关还无法给我的这个物品升级，我操！啊？这？啊？那我们等会儿选一个默认的高于你那个东西多少？嗯，你那个东西多少数值？要选一个升级的东西吗？对，要选一个比那个高的才能升级。我已经看不到它数值是多少。这，去吃花商人那边买东西吧。我有的，这没有什么好东西卖了，34的火箭啊！我靠！哇，他又卖把糜烂之弓，你要不要？我买给你吧。我可以买，我有钱现在。哦，你也可以买。我看一下，怎么我打不开？他每个人的商人是一样的吗？卖的东西。我怎么打不开我的那个叫什么物品栏了？出 bug 了。对，我的键盘好像没电了，插个电。这。哎，不对，这个教堂进不去啊 ！What the fuck？ 这教堂的吊桥并没有放下来，什么意思啊？到底？啊？嗯，我靠，要到对岸放下来，要穿过一片树林，隐藏的树林，找到一条路，绕到后面再把它放下来。我靠，原来这树林是有用的，你在逗我吗？我也过不去啊，但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有这个那个叫什么？我靠，是吗？这原来有这个东西吗？啊，我靠，原来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我来过啊。可能是你打一部分之后，它慢慢就改变。我靠，这里还有传送门哎，这什么意思啊？说明后期可以传送啊。它就是它有六个 DLC， 现在出了四个，一个是那个森林，一个是高山，一个是那个冰原，一个是下界，然后后面还要出末地和水底，是这样。嗯，桥在这儿，这桥可以放下来吗？啊、哦，这边。哦。我们要进来。我靠，这上面的画像是谁啊？是开发者。哎，这个我要截图，我要抄袭这个地方的设计，哈哈。
这个椅子能坐得出来吗？这个椅子只能用那个楼梯仿照，仿个大概。那确实。这我教堂这么大，有功能的椅子就好。这是要干嘛？这里？我点了一下，然后它亮了一个符号。哎，这里有个狗狗的。我靠，发生什么了？这个符号有什么用？你有听见什么？你们听到声音了吗？这个游戏不能造房，这游戏只……哎，这是个解谜。这个画会变。哦，啊，我智商不够啊，解谜。这是什么意思？哦，就是我点一下这个符号，然后其中一幅画会改变，对应不同的画。哎，这边变成蘑菇，这边变成狗了。这个是 Switch 平台有。是。这个是 Switch， 然后 Windows、Xbox 都有这个游戏。Switch 也有 ，Switch 有，这什么意思啊？这里三角形，我们找找有没有三角形的东西。这 IGN 的攻略有没有？这个我们最好先试图自己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实在不行我再看。手机不能，没有手机版。手机可能带不动。但我觉得应该可以，按理说应该可以，对，所以什么能带动手机？对，肯定带，但他们没做，不知道。这变成了一把钥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变成了一只狗？我们要把这幅画变成什么东西吗？难道？我按了一下按钮，最后一个符号亮了，然后它又灭了。它这边是会，它现在变成一个沙漠神殿的样子。你刚才按的是吧？你再按一下呢？变成了狗，再按一下。直接又变回狗了。现在没变。你要等它那个符号亮起吧，我操！我看看。符号亮了吗？还是狗？是不是我们？啊，等等等等，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哦，这个符文的意思是，我们会交出我们找到的所有的符文。我们找到这个符文的办法就是刚才那种地景。现在我们应该是能进去了。嗯。然后我们每找到一个要回来交一下，一共有九个，也就是很多关卡应该都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对，一共十个，第一个已经有了，我们需要找齐其他的，可能会解锁什么惊喜。我没有看会解锁什么，因为我觉得，哎呀，我还是不想知道，我想保持好奇心。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直接速通，直接速通冲到那个地方。是，开冲开冲！我希望别再出什么问题。靠，要是 IGN 的攻略也不靠谱，我就无语了。因为为这个破地方，我已经打了三次苦力怕之灵。你买了那个迷乱之弩了吗？哪个？就是奢华商人的那个。没有，我没刷，每人不一样。我是蜂巢，而是艾斯的一个蜂巢。因为这个弩特别好用。我可以买给你。不用了吧，我这边现在在用的一个灵魂弓，是跟我那个叫什么？这个。信标配套的，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装甲。靠，这帮人都不卖，气死！甲我这边也没有卖了，我刚才那个刷了一个甲，现在就没有了。他说是在默认你那个升级条件写的是什么？升级我看一眼。默认难度或以上，但刚才我们打的那一关不是默认难度吗？那个是默认难度及以上。他到底加没加？他可能加了，但我忘了。快冲！那开冲吗？那
看一下开冲，大行者之灵又来了，靠，这次折磨人速通怪都直接看看能不能直接溜出去，可以了，看他们跑不跑得过，看谁跑得快。那我肯定死。我靠！怎么每次一进来感觉这么多怪啊？所有自由意都成了村民议论的点。在这片密林深处，直接走了，不停的废话了。哎呀，被围攻了！我靠，我错了，我错了，我跑不过他们，我靠，这帮货太狠了，被直接被围殴了。我没事。我，你们都发现怎么回事？怎么一开局突然？这是自通。一开局全怪全挂，这是两个人，好救，见了鬼！终于有吸血了。你这个剑好大呀！对了，刚刚是普通剑，直接有点小的。我来找个位置攻击他们，我找个位置输出 fire。 你看这个位置的一发火箭全飞起来。你们怎么个个剑不如啊？你的迅捷钥匙，刚刚磕了个迅捷钥匙，我去 fire。哦，更多的灵魂。哇，好爽啊！不得不说，这个游戏做的还是很爽。一路无双砍过去的话，你也是为什么不喜欢玩黑暗破坏者？但关键是，它是个主要是因为它是个 Minecraft。当初怎么想到设计这个的？我也不懂啊。你要问我，我宁愿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做进原来办公室里面，我们做个 RPG 吧。哎，我们做，他们之前不就是？哎，我们要不要给 Minecraft 做个故事模式？我们要不要给 Minecraft 做一个 Pokemon Go 的手游？我们要不要？然后做了一堆。但故事模式不是跳跳做的吗？我觉得他们找别人做。哎，我们走错了。我的蜜蜂还在和他们激战。引力脉冲是什么东西啊？哎，我这么恐怖，他过来了，他又没了。哎，要进这边有钱拿。哦，对，考虑一下，这个还是要拿的。哦，没弓箭。箱子，这就是你们上次。33，这么多箱子，这边钱是真的多。为什么我又没有？我全是白的。我也是。这次钱比上次少了两壶，可能是我记错了。我看那个战果他到底是多少一次钱？我现在有6695。打一次涨1000的，打一次涨500-600吧，差不多。亡灵大军压境，来了，发了。哎，有钱了，来。
哎，过去，嗯，冲啊！哦，这怪还是多抓起来，是的，抓起来爽，好爽啊！真的，这砍的，我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玩无双了，这不爽呆了，确实。特别他这个虽然他的特效眼花缭乱，但不得不说眼花缭乱起来就是爽。特别这个烟花，我灵魂又开满了。最前线。哦、来呀！我靠，我这一队蜜蜂，真的是蜜蜂大队。哎，那只臭鲨鱼跑哪去了？我在看这边，跑了。哦，人有点多。哇，好爽的。一刀九九九，母猪屁股里抱金币，那种游戏，绝了！哦，这里可以拿鱼，我靠，谁的巨剑？啊、那巨，我的这是哪啊、哦？这是那个补给处。有钱的都是好的。这次有两罐钱。我靠，没灵魂了，蛋。蜘蛛会掉灵魂吗？我在想，几率是有几率掉灵魂的，每个怪好像都是。蜘蛛居然有灵魂，这难道蜘蛛是人变的吗？这个想法让人不寒而栗。这也太恐怖了。有宝箱。我靠，没有掉了一个绿的，但比我身上掉好，确实。好多罐子啊！我打不动这个猪。哇，又是绿的，真抠门。全是绿的和白的，搞什么嘛？这个分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分不该分。我现在全分了。我还有好多没分，分了有时候也拿不到几个钱。主要是为了拿附魔，那个传说、啊、拿回来。我去，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吗？这个东西是我真的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我去看，我们去看浮石。所以应该 OK 哦。按理说那应该是 OK。那我们这一关还要打完吗？还是直接开？我觉得应该还是需要打完吧。哎呦我去，他把我卡在箱子里面了。一通乱按。哎，有了有了有了，真的有了，哇！啊！我其实什么情况？我们别在游之前全……哎呦我去！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的靠！这什么鬼？有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跪了？刚才不是一路非常的顺利吗？怎么突然莽了？
虽然我们说这个游戏是无双，但它实际上还是很有难度的，是需要动脑子。虽然它看起来是无双，但有些地方非常的难。这东西还能爆钱呢？没有。你等一下。哎，开了开了，快快进去进去进去！我靠，我在往哦回个血，咔！你不会完了他妈一万个人追着我走，六快走！哇，这是哪里啊？一丝血，我去，这地方好神奇啊！好呢，这是啥意思？这是那个，这个东西原版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们要跳下去吗？这是啥意思啊？要塌了？应该跑，快跑！哎，它后面有东西起来了，你看到没？哇！我靠，这是什么东西啊 ？Minecraft 里从来也没有这种玩意，好不好？哦，它是不是还有1、2、3、4、5、6、7、8、9？这搞得像纪念碑谷一样。也就是每一关里都藏着这个样子的地堡，我们需要很小心的看一看。可能应该对，应该每一关里全都每一关里都有。这不变成绿色了。哎，我出来了。应该每一关里都有一个这个地堡。我靠，等着呢，在这儿被我一个烟花解决了。刚才我一出来，十个猛男向我冲来。哎，那我被他们围着打。往哪边走来着？上面。还有一个靠。Go。他这个游戏其实收费更新反而扼杀了他的活力，就是他起码应该把这些 DLC 全部包含在 Game Pass Ultimate 里面，否则这个游戏不包括吗？不包括啊！啊！我以为他包括，对，他不包括。我就是 Ultimate 嘛，结果我一看，靠！好家伙！哦，我说没有，我当时以为我没下载，你知道上一个游戏，那结果刚才不包括，那没事，可坑了。嗯，也就相当于是个$30的游戏。如果你有 Game Pass， 你没有 Game Pass， 可能就是$50的游戏。我觉得这游戏绝对它不止这个价，对，我说如果$30我还能接受。那$50是个这游戏怎么？50刀，我觉得我都三 A， 就是三 A 的定价。我靠，这魏影真怎么追着你们俩跑？靠！魏影追着你们俩跑，我们最大。刚才我一过来就看到魏影人追着你们俩跑。小黑还是强。那这个游戏打不打？哦，这个游戏肯定要出魔影龙。末影龙肯定要出的，因为最后一个 DLC 怎么打的？最后一个 DLC 就是末地 ，Steam 没有这个游戏。你如果是 PC 的话，你要去 Windows 商店买，只有 Windows 商店有。微软和 Steam 毕竟分开了。但是微软其他游戏都上 Steam 了，只有 Minecraft 拒绝上 Steam。我靠！我他妈活活给烫死了！你发现没？地平线四都要上了。光环什么都上，只有 Minecraft 不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Minecraft 才是微软最大的 IP， 并不是光环。他不愿意把这厂商倒出来，发现去 Steam 还是最赚钱的，就跟 EA 一样。育碧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懒得吐。育碧什么时候回来？我一直在想，育碧就是不回归 Steam。我修远程武器。哇，你这个剑是真的很炫啊 ！Over， 回教堂，回教堂教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应该会亮一个，按理说。亮一个，哎，那刚才我们点它会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第一个他已经给你给好了，第一个他给你了。
哦，原来这个其实就是这游戏的二周目，就是让你全部再重新打一遍，收集一遍符石。哦，就是这个意思。强行延长游戏寿命。游戏就这么短，看吧，他好意思吗？真的，这个游戏原本体30刀，哎，本体30刀 ，DLC 倒是不贵，一个 DLC 5刀吧，我记得一个 DLC 5刀，机票才20不到吧，貌似。但是这游戏本体卖那么贵，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就是买他这个游戏剧情可有可无，剧情根本就不存在，我觉得。Yes. 剧情一句话可以讲完，你阻止了一个叫灾厄教主的人搞事情就没了，阻止了村民，你击杀了巫师，你警告了村民，不拉不拉不拉说几句就没了。我们去教堂看看这个需要，刚才是谁捡的符文，需要有谁捡的这个区别我不知道，我们看看啊，看看我能不能激活，有那个放弃的靠，这个教堂也太大了。哎，亮了两个，亮了两个。嗯。我们还需要七个。哎，等等，他这个画，刚才我们不是一个跟 A 一样的那个？对 ，A 第一个是三角 A， 然后什么什么 T， 然后靠，其他几个就不知道。他这个画其实就只是入口在哪？对，我觉得是。我刚刚看到这个书架就是我们最后一关，就是说有个沙漠神殿也有一关。哦，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书架应该也有一个。对，没错。大家去看一下。Let's go。这个狗呢？这个狗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然后这附近这些画像，难道是开发组的人？我也觉得是所有开发人员脸谱。哎，这个不是，靠，这个是 Jeff， 就是他，这个是 Minecraft 的首席设计师啊 ，Jeff， 就是他，哦、靠，真是，那这个骷髅是谁啊？靠，这个骷髅是谁？靠，这我知道是程序员。看到 Jeff 这个标志性的就知道是他了，靠。哇，大锤！为啥我的奢华商人还是没有好东西？我就想要个好点的装甲，这帮人就是不给我，坑死了！你可以刷新吧，应该啊？是吗？你可以重新进货，重新进货要花钱哎。算了，重新进货还好，不着急。它多少钱啊？两百多，200+。爬行者之灵，靠，他怎么还显示没完成？你也太坑人了。不对，他可不是没完成，我们通关那个难度以后全变了。啊？我们通关需要第二次。对，整个这个世界刷新了，相当于，我靠。那接下来应该是。他那个图画上为什么只有沙漠和书和最后为什么没有潮湿，为什么没有沼泽的？我数一下，七个的话，不对，我们要找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靠，还真是九个，每关都有一个。嗯，我看一下潮湿沼泽那个在哪，漫无目的的找也不是办法。然后我们直接去那里。嗯。嗯。哦，他说在关卡末尾的右边，在关卡末尾的右边。那肯定是沼泽。等等，我这个回去查。我就想刷一个好的探洞者装甲，我喜欢那个盔甲的样子，还有灯嘛。从倒下的敌人速通，
时至今日已经不需要完全探索，都探索过。对，而且关键那些破箱子真的也不会掉什么好东西。我这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绿色以上的东西。我靠，它怎么这么厚啊？这，你假厚。过关斩将。我靠，这女巫真的是欠。他向我哼哼一笑，并向我投掷了一个药水。这不找打？一锤防范。哎，后面怎么有个？靠，又是白的，真没劲。冲啊！我靠，这一波是真的狠。嗯，谁？灵魂收集的是真的快。超级烟花，怎么上去来着？从旁边走吧。升级。哇！我靠，这么多灵魂！这史莱姆真的特别好刷灵魂，感觉。他会分。对。但他又暴绿的。不爆我也没有办法。有我到。哇，这烟花放的是真的。嗯，神秘盔甲。这个游戏可以本地分屏玩了，我才发现。可以啊，它可以本地分屏。对，可以。现在已经很少有游戏为什么能上 Switch 了。但是本地分屏 Switch 那么小的屏幕咋分啊？分了 720p 分完了以后 720p 分完以后那 Switch 支持更高分辨率输出就好。不一直有传言说什么要 4K OLED 吗？结果我觉得不太可能，传 Switch Pro 已经传了两年多了。有完没完，每次都说要提要续航版。对，哪有？哎，你别走，你下去吧，拜拜。他真的下去了。版本三次，这不见了。不要脸！我靠，没见了，你知道在哪里？啊？在关卡末尾的右边。反正肯定要到关卡末尾，别急着走，往周边看一下就是。等等，我们是不是来了一个关卡末尾？对，这边应该我们就先按任务目标点走了。哦，那在这边。我靠，末这哎呦，东西炸了！我靠，我眼睛瞎了。打小黑，打小黑。我靠，这是怎么回事？谁在哪？我是谁？我在哪？哪是？这是怎么回事？靠，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谁是那个紫光、蓝光、绿光？这问你人还没死，我、哦、哎，最后一集。我靠，流派插药！我靠，喝药。二级。哦，不对。不得不说，到底是哪位设计师想出把地图放在中间这个智障主义的？有病吧！放在本来就够乱了，他放到中间，我眼睛已经真的是被他折磨的。他放到左上角不好吗？为什么放到中间啊？靠！哎，我们哦，走这儿。他跟你讲，他其实可以就是调整大的。我觉得地图这个非常重要，它做个小地图不好。对，它这个左上角你看那么空，为什么不放个小地图？它这个破烂地图，你要开你就眼花，你不开你就不知道往哪走，那怎么办呢？地图太重要了，那这是我也不懂它这个意义在哪。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游戏地图把你放在那个把地图放在屏幕中间的，从来没有过，史无前例。我第一次见这么搞的，但是它可以切成更小的小地图。它不能切啊，这是正常来的。哎，我靠，这什么东西？毒物。我靠，太欠了这个女的。哎，我怎么掉下去了？哎，你们。靠，我直接传送。哎呦，完了！我去，我掉下的一瞬间，我传送过来的一瞬间，直接倒了。来不及走了。我传送过来的一瞬间，直接倒了，可还行。哎，没在不红。加油！我靠，站在中间。啊，有钱！这推动、翻滚、整件，还有激励设施、剑，好，所以以后翻滚。哦。我这中了一箭，我觉得他应该把这个弓箭从头到尾全保留，就不会消失。是，大家看最后发生什么？我靠，你的电脑，操！应该不至于。你看你上一次，哎，等等，到底？我应该往，到底往哪走啊？哦，目标点在这里。这边有个箱。左向，就四个石头，靠！靠，他也在打啊，这儿。在下。怎么感觉绕？哦，我们绕了一圈，靠！懵了。我靠，什么情况啊？哦，这个 boss， 这里。boss。就是这 boss 也太弱了。我靠，那个盔甲往哪？这里有个箱子显示。哦，我看见了，钱还是要拿的。一锤一千，没有一个箭头。罐。这游戏想100%通关很难，它有个成就叫在一个月的二号和一名和两一个月的二号双人完成两个每日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在二号，我不知道这个成就。如果我们要做这个成就，就必须要等到下个月了。靠，见了鬼！还下一个月我们还会不会再玩这个游戏？如果我就差最后一个成就，还是很可能。他别的成就都不难做，就打着打着就那个特别。哎呦！不喜欢沼泽，是好饿。哦，求真之刃。出金了，为啥我什么都好东西都没有？出金了，求真之刃比我手上这个多十点，我靠，这么马来剑吗？嗯，到底往哪走？往上。他这个 tab 的地图不显示任务目标点，他这地图做出来就莫名其妙的。哎，我靠，我靠，这大混战开始了。麻了。这是 Minecraft 的剑与魔法。建议他们再出个老滚式的 RPG， 建议他们再出个吃鸡游戏，建议他们再出，都做一遍吧，怎么样？再做个荣耀战魂那样的游戏也行。荣耀战魂。荣耀战魂半速博，出个那种剑术对吧？一个盾一个剑就在那里。对 ，Minecraft 这个题材能做的太多了。那 Minecraft 什么不行啊？真的，他唯一不能做那种现代游戏，因为他的基调是中世纪嘛。但是中世纪能做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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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现在他关键他游戏里没有枪。所以他的设定是这个样子。我印象中听谁讲说原来有计划做枪，后来取消。原来有计划做齿轮，这个我知道。说明肯定是工业有，但是后来取消。这到底是哪儿啊？等等，这是。这不是正确的。哎，那这是哪儿啊？就是用目标点的路。这是正路。哎，这边怎么？哦，没什么，没什么。走。下面有娱乐站。人还挺多。应该快到了，我觉得。boss 战了，就是这儿，打完他，就是这儿，我们就可以找地方在哪。正好我现在灵魂很多。切！搞他！现在激光射就行了。我狂点我的弓，我靠，我的手柄都要被我点废。啊！我闪了一个数字二，把破连先停掉。快打呀！我靠！我真的我手要按废了。我靠！哇！金色传说！哎，不，说实在什么？哎，我又获得了一个剧毒长柄刀，又是一个金的。但这好像有了，我要拿去升级了。我靠！我好老残。看看结尾处的右侧，他说：“哎，找到了！你看，藏在蘑菇后面，看。哇！哇！它太秘密，这个你不看攻略，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啊？靠！它藏在草丛后面，这谁会看啊？谁知道哪个草丛？这已经算好的，你不知道那个命运二那个才见了。哎，它在特定的时间。哎，怎么回事？”啊！我没按到符文，完了，白打！我心态崩了，不要这样！我去，白打，就差那么一点，为什么？我操！这是有两个门，哎，按。
就真差那一点点，就差再按一次按钮的距离，我就拿到它，就差那一点点。先看一下有没有吧，先去那个。肯定没有，都没摸到符文呢。哦，这都不用想了。这。铁匠倒是完成了。这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我也不想到。说起来，我也没想到。镰刀，灵魂长镰。为了保持新鲜感，我们最好先去下一个地方。确实，不能一直到时候最后再回来吧？靠，这说起来，哎，不能任务最哦，这个有点难度哦。我去上个厕所，我先看。你去。世界的群山之间传来令人不安的响声，据称村民们正在这些古老的矿井之下建造什么可怕的东西，似乎和煤烟、金属和火焰有关。只有您这样的英雄才敢冒险进入地下洞穴，揭开事情的真相。这游戏为什么不设计成三个人都要在结束区它才会结束呢？我也，他们当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吧，或者他们觉得肯定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他们也没有标哪个门，游戏时间的寿命就延长了。这游戏的设计到处都是问题。这游戏很多地方你会看出它的延长时间，就比如说那个铁匠，他好刻意呀、啊。其实这个微软也干过这件事，我不知道是他们公司企业文化还是怎么样。他们有一个战争机器，那个战争机器战略版也是，你要升级一个角色技能什么，好像你要又完成几个又臭又长的重复任务。哦、战争机器上头给你通完那个主线之后就再也没玩过了。我靠，这是什么？这是当场爆炸？我砍他要两刀，他爆炸只要一刀，那我该怎么办？冲啊！我靠！发生什么事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爆矿车！我靠！这是直接爆！没注意到，这条本来就狭窄，还窝了那么多人。哈哈！可小心点！我靠！我赶快插个铁！哦，所以这关是在哪儿啊？这个啊，对了，我要看一眼。靠，等等啊，应该在第二个需要解放村民的地点，在第二个。我们第一个还没到呢，甚至对。我的眼睛。怪已经强起来了吗？干，无双开启了。先要把那该死的法师给搞死，靠，否则无止境。哦，这就是第一个解放村民的地方，应该是。
多少级？我38级。我勒个去！这矿车差点把我撞死，靠！就剩最后一丝血。我靠！人差点没了。你赶紧滚吧，村民！那马来剑看来还不够猛。我那天看子敏，就是那个 MC 的，我靠，这怎么突然一暴毙了？又是矿车？不是吧，这地方没有矿车。可能我延迟，我也不算。这是第一个，第二。未来很厚。这边我怎么看起来？我今天花甲还没有伤害啊。这个好。这太肉了，我。还是新的甲，我靠，幻魔者啊！你又被矿车撞死了，差点把我自己搞死。哎，这边有东西，你们怎么走了？这边有好多好东西。我靠，我他妈这个光速太高了。矿吓怕，矿车伤害是哎呦，那僵尸怎么被你弹飞了？哇，谁的雷神之锤啊？还有闪电的，这地方这么窄，我真的是。我打他不成，绝了！他好厚啊！啊，矿车！我去！我那个铁了一下就撞没了，我看这矿车。几个印象中第一次打他也没那么猛。现在难度变高了嘛？对，但是矿车比这怪还伤。我靠，这没炸死！啊！我去！他在前面哼哼，哎，就是这儿，先把这个解决掉。对，我靠，直接，我稍等一下，我现在光速刚扔到铁匠那边升完级，现在已经落后了，太恐怖了，他在攻击我的蜂巢，趁靠蜂巢倒下，蜜蜂已经没了，完蛋，黑夜即将降临。啊！我这个雷是锁，我也锁，打的我都不动。今儿，哎呦我去！我靠，这什么谁的伤害啊？这是，我靠，这也太恐怖了！这血掉的是真的快。我这个弓箭伤害也挺高，远程攻击他们。我靠，矿车 ，fuck！ 这矿车太恐怖了，溜了溜了。太变态了！带全矿车赢了，击败50个附魔，哎呦呦呦！我靠！完了，我先撤。我们这关是不是通不了？哇 ，this！ 我靠，谁在搞我啊？到底是 ？No！ 哎，他巫师把那些血化了。给我滚呐！啊！完了，在这一个地方凉了两回了。
这是真的吓人。对，第二个解救村民的地方在哪里？我来看一下。这里就是第二个解救村民的地方。是的。看过这个。那我正好也四处看。藏在左侧房间的，我看一下，左侧的怪还没清完。藏在左侧的一个红石后面，哦，我看到，来 ，go， 哇，开了。在哪儿啊？不要！这，不好意思，快走！急了，我被在后面追着砍。下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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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上次我就是按完这个按钮以后，它就没了。靠！Yes。哦，你拿了。嗯。其实特别。这符文到底会解锁什么呢？我很好奇。哎，他怎么还在这挖矿？哦，他走了。现在就是离开矿洞。现在就是把这个任务打完了，我就把这个任务打完。哇！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又？啊！还升值。又可以，挖住了！哇！我靠！完了！完了！要出事了！来了！我去！哎呦！你估计也是死在矿车之下。估计就是，矿车实在太恶心了。别的都没事，就怕矿车。我操！他那有三只。这关还有个 boss 呢吧？哎，往哪走？目标点了。哦，这底下。但是这个目标点会被我底下的这个任务栏挡住。靠！怪不得。我都看不见。哎哎，天梯天梯！啊！Let's go！ 哎，我靠，这个铁轨是断的，应该不会有矿车吧？希望不会。我这人有点小多的。哎呦我靠、啊、我去我靠他们打野住了我给毒死了赶快拆药他来了什么声音 boss 该秦王绕柱了完了在我的岩浆里游泳绕他绕他我看这输出还是很稳的很猛的Yes 他怎么没掉东西啊靠啥也没给我掉我惊了我掉了个绿的，打个 boss 什么都不掉，这有这种事情？这次可以直接走。就是这样。
村民们在群山脚下建造了一个可怕的锻造厂。嗯，对，可怕的看我才看，不用，我们过了。关键这游戏你打的时候不能总看弹幕，看不清，看完弹幕就没了。我偶尔看一眼。又掉了个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哎，我的装甲真是没有希望。我又获得了一个腐化性瘤。Nice 43, 战斗力43、我不随便加，我只加好友的一般，我只加熟悉的人 Xbox 这里，我不随便加。他这个收集到的我是可以用，又升级好一个。我靠，可是我要升级，这体量还差一点。而且我的世界五月头为了吃瓜，我要投，我不是，我要升级迷乱之弓。哇，生命值减少60%，感谢我的世界五月头为了四个吃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的 Xbox 只加我实际上熟悉的人。你可以加群，但是我账号我是不加，不加不认识的人。我只能牺牲我的迷乱之弩了，因为我要升级它，没有办法。来吧。啊，哦，你们开任务了？没有。我正好看看小人有什么卖的。神器伤害，什么是灵魂伤害？不加潜移神秘护甲，机械短弓，我买了，这一看就很牛逼。机械短弓，无限涂抹，引力连锁反应。之前那个激光那个它伤害叫什么？哎，对了吧，把那个符石放一下。哦，对，我去吧。我先升个级。好，这教堂太大了，走得好慢。哎，亮的是第五个，也就是我们有两个中间，那两个一个是沼泽，一个是那个什么南瓜，不仙人掌，峡谷。操！本命杀手，隐居。DLC 任务是必须所有人都买了才能开吗？你已经买了可不可以开了？我试试啊。非常想知道。我也是，应该因为很多游戏是只要 host 买就能开的，它不会这么坑吧？我猜应该可以吧。但是这个我们应该打什么难度的呢？哦，我们还是应该打冒险的，看来。哎，你看，你们能不能进？没买 DLC 能不能进？嗯？喂？喂？什么情况？What？ 这
我直接好。我。我网突然断了，啊，毛线情况，我就说这一单坏了，靠，突然就没了，稍等，这是什么毛病？中地肉群。那我去倒杯水。我也去倒杯水。什么玩意？他怎么突然？我的电脑突然念了一句 Minecraft Dungeons。来，我正在进入。OK。我单就要换来两遍呢。没错。嗯，我看一下。你是怎么想到要玩这款游戏的？因为我在玩 Minecraft， 然后我想，哎，那不是还有一款 Minecraft RPG？ 那试试。主要最近玩 Minecraft 玩的非常的入迷，天天就是早上看一下辐射76，然后立马就 Minecraft。但是 Minecraft 建着建着有点，能不能来点激烈的东西？然后想，哎 ，MC 不自己有个很激烈的游戏吗？那就玩玩那个。所以就来了，因为 Java 版不有好多不同的 mod， 还不因为 mod 这东西有好多各种问题，我还想把官方的，也是，还是本体也是玩的更好一点，看看能不能进啊。我玩 Java 版主要是为了，哎，哦，可以，只要有一个人买 DLC 就好了，其实那可以，哎，那你下次请你吃饭。臭鲨鱼，你不也买了吗？真是的。那有意思，那我们先玩新的喽。那确实刷不动了，我说。哎，这个不就是马上要更新的那个吗？这个就是 Minecraft 1.17 要更新的那些植物。原来这个游戏是先放着试验是吧？等等，他刚才说啥？个时间对，这个丛林就是这个这些植物，就是下次要更新的很多里面。那个马上要更新了。然后呢？他说他腐化了这个地方吗？我勇起来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我调一下游戏音量，游戏音量太小，回音没办法，我用麦克风啊，我又没有耳机，回音只能回音了，那这没有办法呀。他不能没有回音，不是他没办法没有回音，是能听见游戏内声音吗？对，游戏的声音，然后麦克风会收音吗？麦克风会再收一遍，先那个。你可以加那个声卡，可以你这是不是自带声卡？如果不自带声卡的话，就可以加。我靠，这是弓箭乱射。我靠，这把弓不好用，我要我的那把弓还在升级。这是新生物。看起来像猫，那个豹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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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inecraft 里是没有猫，只有豹猫，是吧？这边有个圈儿哎。不得不说，这个丛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它这个火把，我很喜欢。我靠，把猫给砍死了，这好吗？这不好。我也没看是啥，一刀上去了，反正。我已经干死好多那个豹猫了。可怜的猫。我砍着这里啊！我靠，救命！完了，这啊，这哎，你看，我已经我你传送了，你传送了。我只能传送。这只猫的脑袋里插了一根巨大的剑，哈哈！我去，你们是猫动物保护协会会抗议的，可以插个治疗。我靠，灵魂！又大又红的苹果。这是什么东西在射蜘蛛？是蜘蛛呗，那肯定。啊，我都没看见。那当然是蜘蛛在射蜘。哎，不对。等等，我们路在什么地方啊？路在右边。啊。那我们先往这边走。我靠，这个藤蔓，这个植物是之后要更新的啊，不是，貌似要更新的，在洞穴里面。那天我看到一个，昨天还是什么时候，看到他要更新这个洞穴。对，洞穴和高山两个都要重新。洞穴就像那个我们看的矿井一样的那个感觉。他要在洞穴里面更新一种叫繁茂洞穴，就是洞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底下的那个，这个不是，就是他这个变得更深了，是吧？我印象里，更深也更高，就是全面的拓展。然后他这个繁茂的植被，其实就是他现在目前原版更新的方向。他那些洞穴有的就要做成那种到处都是藤蔓、发光的花、大型的花等等这些东西。就像很像这个 DLC 的感觉，很像这个 DLC 关卡的。我拿了一个护手，我靠！哇，什么东西把你啃死了？我不知道一只蜘蛛怎么这么猛。罐子瀑布。好期待更新啊！我希望他们目前这个方向估计就是刚之前有朋友说就是他们，更新方向。哎，这边怎么漏了个骷髅？我靠！这个应该是没有浮石了，因为浮石只有十个，正好是主世界十个，不是，这也是主世界，正好是原版十。这些食人植物，靠！我靠！僵尸也不一样。它哪里不一样？我还没注意。僵尸它身上有这种长草还是什么？哦，骷髅身上也长了，骷髅身上也长草了，骷髅身上也长草。他这个僵尸现在种类还是比较单一，在那个原版对护手又得到了护手要塞。哦 ，stronghold 吗？我靠，这要塞，他中文他叫这个名字，你用的英文版？不是，我用的中文版。那要塞在原版里不对应叫 stronghold，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那个 stronghold。这边有发亮的。哎，这边是主线的地方，我们应该先往另一边走。什么东西啊？哦，对，我靠！这是就离谱！我靠，突然刷出来几个苦力怕，你把我当场炸死了！我去！他在我背后刷苦力怕，太过分了啊！过分了！到底？
我们左边还有一长条没打完。对，我们先往那边走。没有，这地图设计太离谱了，让我跑那么远去看。真的，它还没有快速分支那种，它应该在那个东西尽头设置一个快速能回来的。哎，我怎么卡住？哦，蜘蛛网。我总觉得好像我延时变多了。哎，天梯，靠！哦，我没有反应过来。好一个友商 ，Team Q。Team Q， 我操，这个泡沫，为什么每次都是你的剑？动保强烈抗议！我靠，这里面钻出来个啥玩意？刚才没有东西啊！这边有个村民雕像，长草的。哎，这个雕像挺有意思的，看。为什么这么长一条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啊？哎，你看这边延长游戏时长，它这些花大王花，它这里还藏了一些小雕像，这是一只鸟的雕像，靠！这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这个颜色的石，这个土，好，这个像是什么矿一样的感觉？对，看起来像什么矿？但这有点给我感觉，哎，它这个还有雨滴的效果，哎，好不错。下雨。这个叫什么来？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叫，哦，这个叫觉醒丛林 （Jungle Awakening）， 这个地方，觉醒丛林。然后接下来山峰叫做怒嚎山峰，名字都起得很不错。哎，天梯。怎么突然地图变大了？这不对劲。视角拉高。啊，不能开吗？这真的是个 stronghold 吗？然后呢？哦。哎，这是什么？我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我没有干什么。没有吧？哎呦！我靠！怎么回事？这怎么突然倒了？我去，这是噼里啪啦的，怎么回事啊？我的灵魂已经收满了。哎，好多箱子啊！我靠，什么弄？刷出来一堆苦力怕。好的，这有箱。哦 ，nice！ 也掉盔甲。他这个 stronghold 建的还是很漂亮。是。就这种遗迹的感觉。这里有，这里又一把巨剑插在这里，看。我现在太高打不到了。有高级宝箱，感谢BB3投的两个小星星。也没多高级。金的。磨了，哎，这边有只什么东西的雕像？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鹦鹉。哦，你在 Minecraft 里面不可以招鹦鹉，然后鹦鹉可以坐在你的肩上。这些雕像原版一个也没有。确实，我觉得这些雕像可以做装饰品。是吗？小雕像。哦，哎，完了，不好意思，我去，我的辉煌一射剑快！哎，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灵魂拳套，让我试试看啊！灵魂拳套，我靠，拳皇流都有，这我第一次见，我以为没有这种东西，我以为没有拳套这种。
哎，这难道是这个 DLC 新加的吗？有可能。我靠，末影人，末影人，又是末影。哎，我靠，被他打断了。哎呦呦呦呦！那，我靠，好，吃了一血。啊！我靠！我以为他藤蔓迷。不行，我今天拿全套上去射他，我就找死。拿全套做苦力怕。但这个拳头打得还挺快的。拳头真的很有意思，我操！哎，我靠！救命！这个打苦力怕是真的打不了，伤害太低了。我的那把好弓没法用，太可惜。哎，等等，这边有死路，我们应该先去一次才对。哦，对，看一个东西，没东西吗？哦不，这上面还有一个。有罐子，有钱。我靠！哎，西瓜片，这是新的食物吧？确实，我没见过西瓜片啊，之前。我靠，这还上勾拳！我靠，这是新的，我觉得是新的武器，因为不可能我们原版里三个人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武器我也没见过。这东西肯定，我觉得是 DLC 新加的，应该是 DLC 新加的。我去！我一下280血给同归于尽，直接同归于尽。哇！你们看到右边有一个非常长的岔路，好。这是折磨人了，这为什么这个图要设计成这样？不是 MCD 主播，只是最近在播 MCD 而已。我去，这你看我这级数也是个萌新，才39级。我去，我怎么又被他扎死了？哎呀，那你再摸我来打。居然敢打我的蜜蜂！锤！我靠！一拳出击！哎，我靠！我怎样的？等等，我们到底应该往哪里走啊？我们这边的岔路也没有。这好多，这个岔。哦，懂了，懂了，懂了。任务点是在哪？在下面。看不见任务标了。哦。又是这个。这激光真的很炫。你也开始去。哇，你是流星锤。我还以为你也是拳皇。这些藤蔓到底有和我们有什么仇？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哦，这也是去收集灵魂的这拳头。哦 ，nice 呀！我们往这里走。哦呦我去！哎呦！全是第三头的一个小星星。我看，哎呦我去，这苦力怕是的。这弓箭掉的太少了。啊！我在摸。我靠，这把弓太废了，我的好弓，为那该死的弓将把我的好弓还我。
我不需要你升级了，不劳你了。要打一关，他这才能把我的弓给我。我还要打两关，靠！哎呦，这！啊！我靠！我天天被苦力怕搞死，我又被他们搞死了。我服了，我就全都上去揍他，我必被他揍。我靠，这个藤蔓的布娃娃效果真震撼，直接全冲飞了。那个桨自带反射镜。我就是跟切菜一样，溜了。莫走，骷髅。等等，我们走了正路，我们应该回去，我们不应该走这里。这也太痛苦了，这个地图。靠，这个地图谁设计的？我们可以先往前走，回看看。哎，这是个地下喷泉，我要抄袭一下这里的思路。截图。这泉还不错，但是你从远处看不会看到很平，完全没有水。啊！我靠，我和库里帕有仇了。来了来了，这是哪？没有灵。我恨死苦力怕了。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开放。应该我一两下就直接干。我觉得他们这个游戏既然它是方块，它应该地图比较好做，它应该开放。哎，不对，这边我没有去过啊，我们还有地方没有去过呢。是吗？这里暗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开放玩家自制地图，他们应该允许玩家用这些素材自己做，用方块。这样我比如说我可以主体的地图导到这个游戏里面。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他的，我靠，我靠，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他的素材做还原一个我的那个庇护山，然后在我们可以在那里面玩。他应该开放玩家自制地图，这样。对，我觉得应该把游戏那个主体游戏，它可以。就比如说生成一个代码什么，然后用这个游戏里的素材替换，我觉得会很好。就算能让玩家从头自己做也好。哎，这边居然是个山洞，这肯定是那种山生存玩家的山顶洞人住的。我靠！这藤蔓真的会攻击吗？好像不会，但是他们会挡路。确实，红彤彤的这边 OK， 我们这边都探过了吧？啊，不对，前面还有个地方没探。这个地图谁设计的？智障吧？其实也看不太出来到底哪些探，它有一些暗一点，我也不是很。它这个岩，它不是它地图是谁设计的？出来挨打好不好？这地图。我们先往啊这边。它中间这个岛到底是什么意义？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吧，这种地方你打完了，你没有什么收获，只有经验值。你又浑身难受。对，就是这样。靠！哇！摧枯拉朽，噼里啪啦，璀璨夺目，乱七八糟。这是你看打到这边什么都没有，直接给切没了，可还行。还有一个地方呢，他一个能分出三个分支，然后三个分支都没有什么卵东西。
升级了，这倒是个唯一的收获。那当然了，打完就有经验了。但我打完我也不能说就拿到多少经验值吧。音乐不错，他这个铜铃那种，你们仔细听，对吧？就亚马逊，对，像那种原始部落的音乐，那种鼓，我感觉。往哪走来着？他这个音乐真，你他这个节奏全是那种很快的，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就像这个角色走路和这个角色走路是符合的。他所有的背景音乐全是这种很快的小小碎曲一样，估计是特意给这个角色的走路动作做的，太配了，营造出一种喜剧效果。还用他说吗？这任务目标是不是可有可无？什么叫继续穿行？用得着他提醒继续穿行？哇，这个花，这个藤蔓会攻击了，这个是会攻击的。它上面长了个花。我靠，它这么还蛮肉的。哎，等等，哪边？哦，这边。这烟子。鞭子什么一根绳子吗？哎，秘密地点。哎，不对，你们看这上面还有个秘密地点是什么意思？看，你们看这上面是从这，我赌是从这底下出来的出口。哇，这是什么地方？看，惊了。那就是从上面。这是个像古墓丽影一样那种啊。这个。哎，什么意思？这个，他一会儿，他一会儿，没有，哎，我想不到。下去吧，您嘞。我身中风险。你按了吗？哎，你看他这个黑曜石住的是苦力怕的脸。我靠，这个效果还不错。哦，我这个弓箭是越射越快。爆炸弩，哎，那有个箱子是吗？这箱子你们拿了吗？没打完才吗？那这黑曜石底下那个接触岩浆部分是会动的。对。哇，这个桥原版你根本做不出来吧？不对，应该可以。不对，我也不确定。要怎样才不会有？爆炸！哎。哎！我靠，这一波全部带走。我的天，一倒了，两啊！还好我在后面，我差一点也被 TNT 炸死了。我靠！原来是从这边出去。我靠！我去，什么情况啊？可能有点多呀。直接震惊！我靠，东西掉下去了，我的药水啊，掉到岩浆里去了。哎，那边有个罐子，你们看到没？那罐子怎么拿？这罐子怎么拿？啊？哦，要绕过去。我去。这个苦力怕好像可能更大一点，这么多，我靠，这爆的我是真的，哎，不好意思，我去，
他又来了，快走！啊！我掉了一个爆摸铠甲，我靠！我给你看看，我也是。哈哈哈！爆摸铠甲。我靠！为什么为了拿这几笔钱，把自己烧了半天？你翻滚的话是不用吃这个伤害的。为什么丛林里会有？为什么丛林里会有岩浆庙啊？岩浆庙，这是必须被烧吗？我靠！我靠 ！No！ 哎！No！ 无路可逃。Shit！这地方真恐怖，它会漏的，随机下落，什么声音啊？就是它底下那个石头会落下，不是，刚才有一个吼声，刚才有一声吼声，啊，还有东西吗？我操，这已经快到鬼畜的境界。这是什么机关枪啊？我这剑是有什么加速的？哎，还真是从上面出来。射时间越长越快。哦。这怎么？嗯。这底下走过吗？这底下是正路，是真路。哦。这又啥也没有。哦，牛了！我靠，开射！我去，我恨苦力怕。天气。哎，说明要大战一场了。哎，补给这好。大战之前必有补给。那一闪电居然没有把苦力怕劈成高压苦力怕，这不合理。哇，太爽了吧！这东西打不会反抗的东西，它到底什么生命啊？那是 boss 了，肯定是 boss， 但是这 boss 到底长什么样子？丛林里会有什么样子的宝宝？宝宝兽，这我觉得可以。我靠，这是什么啊？这是朵，这是植物，这是个，这不是 boss 吗？这也太……我靠！啊、这是一个精怪，没什么伤害的。这个怪原版里也没有，建议加一下。哇、哦！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这游戏有图鉴吗？没有。怎么回事？我突然死了！我突然暴毙了！一下爆炸了！我去接蓝天去 ！Fire！ 哇！我靠！哇，好多灵魂！有罐子。这是什么？这是藏宝箱的地方。我、哦、这个剑是真的挺炫的。我去，我又倒了。我靠！我这个甲实在是太烂了，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好的甲，我也无语。
你看，感觉加很多石头，它加生命值也就那样，但是它有时候那个属性特别好。哎，突然，怎么突然亮了？它不是。穿越墙！哇，你们看这儿，我靠！这底下，你看那个是什么？是骨头吗？是一个骨架，你看。貌似是一个生物的骨架。这跟地狱那个。对对对，和地狱里面很像。这个桥也太……我靠，踩在树上面过去了，感觉。它炸！怎么到？这花路。哎，这边。我操！我这边也有。但这边是正道，我们要走外轮行动。到底是哪里？那是那边。我在这边点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我什么东西？啊！哎，怎么了？What the fuck？ 先清怪，先清怪。啊！我靠！全力扑。这。爆猫铠甲绝了！我不想要爆猫铠甲。鞭子是干嘛用的？鞭子是……哎，你们去哪了？我在洞穴。靠，这上面可以过去。刚开始几天。哥哥，你打晕了，要不然我没了。这边是什么？啊，你们先去那。那也行。这秘密地点。所以，绝了！又有一个这么大，这是骨架吗？对，这就是那个鬼。我们是不是下来了？那意思。对，我也这么想。一家全是骨头。这个场景是开放式。这骨架好大，这到底什么时候猛犸象？那在地狱里面那么大的骨架是什么的骨架？有说吗？从来没说过。没有说。我这边有岩熔岩核，熔岩还在冒泡。我去，什么情况？这什么用呢？哎，竹子，对对对，这也是。哎，这是干嘛呀？上面是个熊猫哎，这个熊猫雕像。是的。这边有个按钮，是不是要按照三个按钮会开启什么东西？那边还应该有一个。应该有吗？哎，这边还有一个熊猫。熊猫，我也按了。那会不会第四个按钮呢？哎，我靠！我被烫死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我掉进了岩浆里。我靠！我溜了！完了！我的麻痹！太好了！我去哪儿？我靠！太恐怖了！哎，他们人数多起来了。
我们激活了机关以后，你要是根本来不及摸，我靠，怎么办？到怎样？现在我发了什么玩意？我靠！哎呦，一摸就来了无数怪。那苦力吧，苦力吧，来了，苦力吧来了。我来帮你防住后面，就。我靠，什么东西啊！大姐，我摸起来。你们刚才看到天上划过去两个东西没有？没有，我刚刚打天上，天上一个新的弓箭。天上划过去两个带翅膀的东西，刚才。这弓箭没有那个炫呀。我拿到护手了。护手，对，我之前也拿，有普通的和高级的。哇。按钮都按了吗？都按了。刚刚这个激活，对，激活了刚才。怎么回去啊？哦，这个人好，还得绕回去。你要还是挺疼的。这破地儿，他混在地图里，我根本就看不清路在哪里。这真的是。哎，这个地方我没看到。哎，对，漏了一个。哎，居然是有陷阱吗？还是什么？我也不，我感觉是，我靠，这不是新地点哎，秘密地哦，熊猫高人，秘密地图解锁，我喜欢熊猫，熊猫原版里有，后来更新的，也没多久之前更新的，熊猫会翻跟头，然后但是自己翻下悬崖，我世界里至今没有看到熊猫，靠，我叫 Minecraft 的出企鹅，我非常喜欢企鹅，北极熊倒是出了，南极熊是。当北极熊和企鹅在一起会发生吗？南极和北极。我这要走这么远回去，有病吧？太离谱了！我觉得他应该给个传送点，就是你打到镜头可以传送回去。哎，真的，连贝塞斯达都知道地图的开始和结尾是要连在一块儿的。你看那些地图全都是一个圈，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个窗口，你开始跳不上去，但你任务结束是从那跳下来的那种。全是那样子。哎，为什么我的防御力这么弱？这边有东西，谁都吃不住那个爆炸的。这边有个，我靠，该死的花，食人花。有猛男。我靠，这里啥也没有，逗我！把我铁条砸空，这是发生了啥？我直接炸死了！我破个魔镜了！我勒个去呀、啊！有埋伏，埋伏！左边有个岔路。我靠，食人花！爆炸！哇！白色的铠甲，神力可以燃六。我感觉又有好怪来了。我们应该走这里。他居然可以穿过去了。哎我靠，给我一下270。这谁顶的？升级了。哇！人又没。哎，这边有个岔路哎。没见了。啥也没有，就有个破山洞。
搜寻神庙。这是森林神庙吗？这意思是？哎呦！靠谁修的一堆怪？我去！哎，这个登山小径挺有意思，抄袭抄袭！你这个工程量一点太大了。我以后登山就要做这种迂回的小道，就是不做那种一个楼梯向上，做这种迂回的很有感觉的，再加上吊桥什么。宝箱那是个新怪吗？什么？一个长得跟草一样的啊！他是新怪，我靠！我感觉他是被草感染的人哎，这好恐怖啊！感觉在哪儿看到过 ？Stranger Things。哦，他叫附魔青苔骷髅，不对，不是的。等等，我们到底该往哪儿走？啊，这边先去这里。我只是跟着怪走。哎，这边有个瞭望台啊，还是什么？哇，这个好看。把你视野放大。截图，拍照，抄袭。哇，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个图腾。啊？神庙对面那个、哦、那个。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哦，我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憨，这个雕像。我靠，什么东西？这里有炸。还是你那个剑的伤害特别多。哎，他的脸转了个方向，这是解谜吗？靠，这是啥意思？这把是那个憨憨的脸，憨憨的脸是哪个脸？哎，是这个吗？这边是小白的脸。哎，是这个吗？对，我觉得是。哦，我们要找到一个一样的，是不是？哦，懂了。那我跟你互相翻一翻。有没有里面的村民吗？这是狗子的脸，这是小黑的脸。没有啊，这什么意思？是不是有这个的脸？你这边有小白的脸吗？没有小白的脸，我有史莱姆的脸，豹猫的脸。哎，附近有线索吗？难道？啊？为什么乱那句话？哎，我没搞懂。嗯，什么意思啊？靠！爆了，这白脸也不一样。哎，哇，全了！这什么情况？刚才？奇怪，不怎么样。这边我们还有地方没去过。哦，对啊，它一长条，又是这个稻草人一样的吗？我们就叫它树条人吧，树人，这就是树人。看着和什么东西一起像？树人呢？是吧？黎明杀机。哎，这个拿倒塌的巨木当做桥的，我也要学习抄袭。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又是解谜啊！这个巨型的狗子吗？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那个鼻子，刚刚那个鼻子，右边就是狗。哦，哦，左边那个瀑布上有一个，右边是哦，懂了，靠，对，被蒙出来的，瞎搞搞对，懵了。左边有个雕像，右边有个雕像，所以中间是这样。我靠，那我如果不记得了，我要跑老远去看。那个憨憨雕像这边是这个玩意，这个狗子这边那个是。腐化碎片，它 DLC 还不错，就是卖的真贵。啊，这什么意思？我只击败两只僵尸，这不可能！我击败好多好多僵尸，好不好？他在逗我吗？这啥玩意？哈哈哈哈哈！是谁？我拿了个38级的神秘盔甲，生物对我的敌意增加，靠，就是他们优先打我，但是我翻滚的时候无敌。这个带个嘲讽，激怒属性啊，可恶！我一堆东西要分清，我把除了金色以外的基本上都分了。使用治疗药水会使宠物所在位置发生爆炸，这有什么用啊？这真超废！宠物所在位置爆炸，还不如制造食物。宠物多的话，你不可以直接毁灭打击吗？哇，你看我这一身的盔甲在发光，哎，发绿光，全身荧光，绿光，开心，绿光。我现在需要一个好一点的铠甲。哎，这是我当时说的。回旋刃是什么？回旋刃这么强，我要试试，我买一个玩玩。买新衣服。我终于有。哦，回旋刃是这样的。来抽奖。还抽。抽到大部分在这里。再抽昏暗丛林故事。我们一路追踪灵珠的碎片，来到一片茂密的丛林，各种危险的生物从浓密的树冠下爬了出来，会有勇敢的英雄敢于斩断肆虐的怨。哦，那个东西叫禅怨藤，直面潜伏在其中的黑暗神力吗？你们要不要我这个雷霆啥？我刚放的那个，把它拆一下。这个鞭子绝了。我们来看看秘密任务。熊猫高原，我觉得熊猫很不错。会不会要打熊猫？不会吧。嗯，这还能取？就是我一直在这。OK。加载画面都不换也太懒。加载画面。所有的这个秘密任务好像都是这种画面。我已经开场了。太懒了，太大熊猫，哎，这熊猫你吃我一拳！我靠，熊猫啊，多可怜！这不仅仅是熊猫，这是活生生的经验。伪装成熊猫的经验，确实。这边是什么？
魔豆传奇，靠，这个不是魔豆传奇，不是那个梗吗？我记得哪个指环王还是什么？魔豆传奇不是童话故事吗？就说有个魔豆，反正我忘了。这是一个小孩拿着牛去市场上换了几个豆子，然后长成一个画的藤蔓还是？哦，我被竹子困住。好多竹子啊，可以做脚手架。我靠，这还对称。香。嗯。真好。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底下可能会藏什么东西？我也是这么想。结果并没有。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我这，你看我这一身荧光绿，靠。头顶发绿，真的头顶发绿。先往这边走吧，就反正是死路。我靠，被缠住了。放下大门。哦，那边是这样。这有啥呀？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懒啊，这地图做的。想让地图觉得很大，他放张纸条不行吗？哎，我靠，又来，我们是真过不去了，这次，靠，开始传送，哎，我传过来了，哎，不对，但是底下有一块地方我没去过，我等一下，我回你。啊！完了，再这样下去我也要凉了。靠！我。为什么我在底下？好香啊！对对。传到 Steven 里面吗？这里好像没啥。我在底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来。这么多怪。去切菜。还过来。不对，那我没有上去。我靠，我需要到 ，shit， 你们那里有个宝我没捡，靠，我还要回去一趟。搞笑。亏了，亏大了。应该回去，上面。啊，上面是正路，那我们应该先走下面，到时候反正要回去。下面是正路。靠。掉了。这破地图我是真的服。没有熊猫了，怎么一开始有两只熊猫？被吓跑了，灭绝了。保护动物啊！这边怎么有罐子没开？翻下去。这边翻一下，那个竹子。哎，这么多钱。哦，又是这种。
那还有钱。哎，怎么有个门啊？它显示。啊？啊，它刚才还没出现，在这儿。地图还蛮大的，有点复杂。真的。竹子，靠！这些竹子真的。那边的陷阱好像没有一个在运作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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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图好大，感觉 DLC 地图好。DLC 比本体要用心啊！大熊猫，我靠！还有小，太残忍了！小只熊猫都飞出去了，还有小熊猫了。小熊猫好可爱，不要放过它，一个都不要放过。这门怎么绕来绕去的，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个彩蛋点。这有啥彩蛋啊？这有除了个熊猫雕像以外有啥彩蛋？靠，这是招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的那个山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绕了就回去了，靠，好怪啊。我们能直接翻回去吧？哎，这上面怎么？这是路好赶，要赶，烦死我了！我下去，我们直接翻下去不行？还我先，我靠！为什么有的时候行？为什么死的时候就能翻，平时就不能翻？赶路的时候就不行。有真是神经！他也不需要加载，为什么不让翻下去？卡？对啊，他顶多加个跌落伤害吧。怎么有把剑？哎，我靠！嗯？啊？绝了！那这不这个帽子卡在那个上面。也是蛇身体。营救，你看看，哎，看看任务目标叫营救熊猫。我们已经杀了足够多的熊猫了。熊猫震惊，熊猫营救队竟然公开屠杀熊猫。为什么他们要把熊猫关起来呢？要吃肉吗？这是。这是什么情况？这哪儿啊？他在后面。这个熊猫被困在那个里面，看起来贼憨。怎么死的这么远 ？No！ 这个一次现在加7滴血，还不错。把一个换回去。
熊猫也会瞬移，完蛋了，这世界所有生物现在都和末影人一样，这可怎么办？一些药水啊，送神奇。这个怪还是伤害高的，他们有什么防御力这说法吗？可以哦，没劲。谁把我又粘住了？该死的蜘蛛！我靠！还有这么多的熊猫！熊猫还转一下。熊猫是你？为什么我走路走得这么慢？我怎么打了没伤害？然后不靠近他打了没伤害？进入黑暗，这又要引诱大熊猫。任务重复度其实有点高，是啊，任务类型是很像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他一关会把他，你看他场景虽然完全不一样，这变成了洞穴。都是密闭的任务好，这变成了洞穴，但是他一个任务重复两遍，相当于。对。营救推米路也是。到了 DLC， 他剧情都懒了，怎么说？已经，我靠！我没听见，我靠！我当时他红一眼，该死蜘蛛！这隐藏关都这么大，靠！隐藏关堪比一个原。堪比一个原版关啊！先救。我靠！你免费了。这怎么了？哎，这真的很考验我的手。怎么该手要断了？你那边有东西吗？没有。靠，一个隐藏关这么长。这边左边还有一长条，下面那个左边长条也没去。我说实话，有时候都懒得去，但不去又难受。这一路真的是火花带闪电。顶顶咚！这两条路通起来吗？并不通，有点难受。这为什么？这攀比有钱，不能放过每一分钱。这居然没有看到！去肯定是要去的，烦死了。
地图设计师出来挨打，还有 UI 设计师也出来挨打，这游戏设计师都怎么回事？某眼真没做过，这一做可能只是用来试验一些 Minecraft 里面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东西的。对，我觉得是试验一些怪物和生物群系而已。靠，这些游戏圣剑版魔才欠打磨呀。这游戏玩家数已经达到1000万了，1000万，我看到。是当真有1000万的玩家？没错，1000万，多少游戏梦寐以求的500万？为什么会有1000万的玩家？因为 Minecraft 呀 ，Minecraft 的 IP 可是2亿呀。当真凭什么有1000万？哎，这边进不去吗？我是不是很能理解？靠，这又是什么？不对，我们先把大熊猫。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我感觉一个任务中间有好多小任务，就那种感觉。这一个个岔路是要来干嘛？这个岔路没什么实际的。给了我一个铠甲，但我并不需要它。这么长一个一路到底的岔路是为了啥？你这个二，哎，不好，我靠，我去，这个轮到我了吗？我靠，笑死我了！你要是顶不住，我们可就都完了。闪电还是能帮忙的。不对，我们可以传送了，我不必要看戏。啊，对，靠，结束了，传送就。这又是什么呀？就回来了吧。哦，我靠，你看就应该这么做，他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么做，有的时候出来就出来，就出来了。他就应该套娃的感觉。这娃套的实在是服。为什么不是健步如飞啊？原版的隐藏关没有这么长啊，你们记得吧？很短的，这怎么回事啊？这隐藏关就和原版一个普通长度的一样大，靠！这是隐藏关，这个是那个我们解锁的那个，对，靠，这怎么这么长？这是隐藏关。我靠！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隐藏关搞得像个全长的主线任务一样。怎么会？那我这边救了熊猫，我的基地里面就会出现熊猫。我觉得不会，靠！如果不出现熊猫，我会很难受的。你就把人家熊猫干死了，你还希望人家到你家里来？我靠，还没完呢！我靠，还没完，还有补给箱，有病吧？他是不是不小心把这个主线任务标成隐藏关啊？我有这个疑惑，这是什么鬼啊？一个隐藏关打了半个多小时了，原来就十几分钟。这关打了半个，哦，这个地图大，就一太大了，大，其实不是，它不是实际大，它其实有很多这种里里外外的套娃。而且已经三次补给箱了吧？服了。真正的无双，我靠，那个藤被吹飞了，靠！哎，这房子还能进去，有点意思。哎，这地方要截图，我要抄袭。我靠，可以进掉他的。这个黑森林可以，这个黑森林树屋非常值得抄袭。钱，你要看这，它是树。对，这是树。说实话，这一通乱按，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反正就是设计完事。对。我勒个去！我靠！这东西灵魂。
享受派对。靠，这是什么鬼任务？熊猫派对。我考虑一下要不要下黑手，算了。换。哎，你们去哪？哦，那边有东西吗？什么都没有。这。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跑路上，在分支上。哎，你就是看那个包包踩一点，你就有一种想干死的是的冲动。残血不能忍。他怎么这么多目标啊？这下总算结束了。我都不看了，无所谓的。太强了，这个。就往前冲就完事了。啊，我们今天就到这，确实整理一下装备。这个游戏有点，靠，太长了。你看看这像话吗？3000个剑，115个物品，31万伤害这一关。哎，没有意思。我本来想着隐藏关比较短，打完就结束了，谁知道打了这么久。而且还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是最尴尬的。我获得了优质小麦。我靠，牛逼啊！我操，这是什么？就我用的这个累积。我操，这么强吗？我这是炫力逼！我靠，为什么我没有？气死我了！哇，这是真的炫，牛逼！谢谢大哥。好好好，再来抽奖，还抽，老赌怪。有钱就要抽，有爱自证。哇，江山更比。等一下这个东西是真的不错，就给我那种钢铁侠无限宝石的感觉。哇，他这个剑每次打镜头还会震动。对对。我操！你这个有点炫呀！我操！旋风匕首。我几次串里面都能听见你那边刷刷刷刷刷的声音。好了，下了。拜拜。六六六。